Mama. Mama 不在, 有点冷。 妈妈, 今天不开心吗? 是不是城管叔叔又来了? 对了妈妈, 今天我又找到一个捡易拉罐的好地方, 这样每天能多好几块钱呢。 只要跟妈妈在一起, 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 现在好点了吗？我需要静一静。我没事了。 想到些什么了？很多，很乱，让我整理一下。没错，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。这就是你说的真相？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我？准确的说，你和他们一样。 只不过他们是失败的作品，而你是唯一的成品。伊甸之子吗？纳粹德国在1943年发现了地球上存在过的一个辉煌的史前文明，他们将其称为伊甸。二战之后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伊甸文明存在的痕迹被人类一点点地发掘出来，并加以研究。 现代尖兵技术就是来自对伊甸科技的研究。然而，虽然越来越多的遗迹被人发现，人类始终没能发现伊甸人的遗体，他们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终于在1975年，一座伊甸遗迹中，三具伊甸人的遗体被发现了，他们被分别命名为 The Sun、The Moon、The Star， 并且在 The Sun 的尸体上。
发现了仍然存在活性的细胞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伊甸人的复原工作就从未停止过，然而全部以失败告终了。终于2011年，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，你的母亲张北海，她用自己的身体孕育出了你，你被称为伊甸之子。然而北海她后悔了，她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成为罐子里的实验品，所以她拜托我们几个老朋友带着你逃了出去。他和你度过了7年平淡而幸福的日子，直到那年冬天，让你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下去。这是北海临终前嘱托我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本来是自由的，是你把我原本的生活都毁了。我只是给你一个选择知道真相的机会。你以为活着就是自由吗？真正的自由是自己夺回来的。阿轩，有人。等一下，别紧张，他们不是敌人。说吧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才逃课几天就变得这么沉着了，小心再罚你扫厕所。李老师，吓了一跳吧？没两把刷子怎么当你老师？老师你难道也是？没错，和他一样，我也是被安插在你身边的，只不过理论上我是被 NPSA 安插进来的。 NPSA？那他们，我是双重间谍了。双重间谍？我表面上隶属于 NPSA， 但实际是周老大的部下，你还有印象吧？瞒了你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。话说周老大让我想办法帮你取出芯片，没想到你自己动手了。亏我还带了个专家过来。喂，带进来吧。这么快又见面了，阿轩，学，不要，阿轩，你冷静点，他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也是，你们都是身不由己。你下手还是那么重。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，要是事情败露了你会怎么对待我。谢谢学姐，说实话这一拳让我心里舒服多了，对不起。这可不是一拳就结束的事情。告诉我，你现在到底是哪边的？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？我不知道。阿轩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敌人还是朋友？说，对你来说我是什么？你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，现在的情况就和13年前一样，我能选的余地不多。我是个天才儿童，虽然比你差远了，7岁的我就加入了 NPSA， 我唯一的一件工作就是成为你的朋友。小时候的你从来不说话，也不和其他人交流，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，而我则是小心翼翼地把你的心撬开，生怕自己会被你排斥。你觉得不知道何时开始，你变得开朗起来，怎么便接受了身边的一切？我要做这发型一定很帅。而我也发现自己更怕失去这份工作，变得孤独寂寞。妹子一定是诓你。不过
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阿轩，你的问题我不会回答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能接到这个任务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想要的答案你已经给我了。记忆可以说谎，但在我的每一段记忆中，你都是我的朋友。事到如今你还能把我当朋友吗？别以为就这么完了，你欠我的，以后慢慢找你算账。同学们打扰一下，大家看那边打得还真热闹。他们都是冲我来的吗？嗯，目前入侵胜利室的外部势力有四个，但无论哪股势力的目的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抓住你并据为己有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当然要利用这一点了。他们的目的虽然一致，但彼此都是竞争对手，我们只要保持隐蔽行动就好了，他们自己就会掐起来的。走，撤退。撤退去哪儿？话说回来，白桦同学，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等等，学姐她不是坏人，拜托不要这样，她也是被人利用的。好了，我知道她不是坏人，但是谁知道她是不是敌人。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现在的我只追寻自己的内心去行动。阿轩，之前对你所做的一切对不起，我只希望能获得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可以吗？现在外面可是集结了世界各国的军事力量，还包括各个国家的尖兵在内。我虽然没有装备，但好歹也是一名尖兵，你们会需要我的。阿轩，学姐她其实和我们一样，都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牺牲者，一个道具而已。好了，我相信她，我们一起走。好吧，不过白桦同学，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。队长你看。那是Liuli。
嘛要这么小心翼翼的？就这么几个人，我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他们。白花同学，你觉得战斗是什么？服从命令，杀死敌人。哼，果然是杀人机器。怎么，不喜欢被人这么称呼吗？哼，白花同学，我们和你们这些尖兵不一样，对于你们这些杀人机器来说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无数的生命就被你们轻易夺走了，就好像在玩电动游戏一样。因为太容易，所以你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战场上普通士兵的感受。你们考虑的永远只是如何杀掉更多的敌人，而我们的战斗是为了活下去。为了杀戮而战的话，不是杀人机器又是什么？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消失，我们都是被官方记录为死亡的人，我们都是亡灵。亡灵，曾经的我们除了生命以外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现在我们只想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好多做一点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像一个人一样去战斗，先学着珍惜自己的生命吧。如果你想像一个人一样去战斗，先学着珍惜自己的生命吧。喂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这是本大爷先盯上的猎物。此言差矣。啊？战场之上，应以实力论先后。话说回来，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原来只是一个小姑娘吗？这个国家的尖兵都是小姑娘嘛，不过很好，很合我胃口。喂，小丫头，疑点之子的下落可以告诉我们吗？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个和平主义者，如果能不动刀枪就解决问题的话，是我最期望看到。我不想跟我孙女辈的小姑娘战斗，我们三个任何一个都能取你的性命，你还是趁早放弃吧。哼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是不会告诉你们阿轩在哪里的。在他安全撤离之前，你们休想靠近他一步。丫头，有自信是好事，不过要想同时与我们三个作战，不是光有自信就能够办到的。抱歉，三对一有悖我的原则，可能的话在下会与他一对一决斗。啰里吧嗦的，老子等不及了。接下来是哪一个？怎么，不想说话吗？还没完呢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撤退用的小艇已经在路上了，大概还有一小时左右的路程吧。老大也救出来了，应该很快就能赶来会合。嗯，那是老大的装备。哦，是啊，以备不时之需都带来了，另外还有意外收获。哦，什么？我们抢了一辆由联邦的运输车，发现里面有一些尖兵装备，还挺时髦的。都准备好了，在这里隐蔽一下，撤退用的快艇马上就到了。撤退？去哪儿？这又是哪里？胜利码头。我们要离开这里，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。
那琉璃呢？琉璃怎么办？你不带上他吗？他可是尖兵啊，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你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他和我们一起走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的任务只是救你出去，他们两个既然也在，那就都一起走。我原本就没有要把琉璃也一起带走的任务。那为什么不能带他一起走？我们可以一起去把他救出来。别开玩笑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敌人在这城市里找你吗？我们能这样平安抵达码头就已经是奇迹了。琉璃他现在应该正在和敌人的尖兵作战，我们根本插不上手。你现在回去不是救人，是去送死。我不想和你们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责任，但是这是我和他的约定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带他一起走。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给我放清醒一点！为了把你救出去，我们牺牲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琉璃的命是命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非得让所有人为你的天真去陪葬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想连累别人的，但是那是我和他的约定，我们约好了一定要一起活下来。琉璃他坚守了自己的承诺，他回来找我了，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，所以我一定要去。这件事与你们无关，你们不用跟过来，我会把他接回来的，你们等我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他。白花学姐，放开他。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你是在纵容他去送死。我知道他这一去会很危险，也许会回不来，但是阿轩他好不容易找回了真正的自己，这是他恢复记忆以来第一次主动想做的事，生也好死也罢，都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。不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支持他，决定了的话就放手去做吧，我都支持你。还不快放开他！曾浩轩，你知道吗？琉璃的寿命只剩十天了。你说什么？琉璃只剩十几天寿命了。我没有骗你，琉璃天生身体孱弱，根本就不适合做尖兵。这些年来，依靠体内的纳米机器才活到现在。可是强弩之末，他的身体早已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了。他没跟你说过这些吗？只有十几天了吗？虽然也许没有那么短，但是从之前的体征状况的分析来看，可能不到一个月吧。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等着我，
是这世界太多荒谬，失去的不曾掉落，仍留躺在胸口，不值得守望夜空。倘若情节调转，能如何？被自己亲人的幻想复活，蜷缩在虚幻的漩涡，在这一刻，男人还是？